佛说：“不，孩子，他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。”佛说：“不，孩子，他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。”人的身体硬朗是表象，命格硬朗才是真。要知道，生活固然这么辛苦，有的人能坚持下去，让自己活得很好；有的人却经不起压力，病的病，伤的伤，总过不去大灾大劫。 这就是命硬与否的最大差异。在十二个生肖之中，就有七个生肖的朋友命格硬朗，不怕霉运，再穷再苦也翻身，还是各长寿星。生肖马，属于马的人，五行属于火，天生性格外放，桀骜不驯，思想独立，并且极富远见力。即使是他们出身平凡，年轻时窘迫度日。 但也不能够小觑他们未来的发展，在各种机遇的把握上，属于马人总是当仁不让，通常都能抢占先机，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，所以命格十分硬，一向可以从穷到富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生肖虎，属于虎的人，五行属于木，木气上行，为人正直，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。 而且性格往往强势，从不服输。即使他们生来就是平凡人家，但是人穷志不短，为人奋发努力，不会轻言放弃。而因为这样命硬的个性，属于虎人常常能在中年迎来发展机遇，大器晚成，由穷变富，实现人生的大逆袭。生肖蛇。 属于蛇的人，五行属于火，旭日阳刚，为人十分的进取，从来不会向命运低头。即使年轻时的环境恶劣、穷困潦倒，也挡不住他们想要出人头地、走入上层社会的勇气。而正是因为这样命硬的个性，中年后的属于蛇人往往能飞黄腾达、平步青云、从穷变富。 一鸣惊人，生肖鸡属于鸡人集气度和气场于一身，从来都是与煞气无缘之人。从小运势不差，贵人运好，身边总不乏真正对自己好的人，因此一路上少有闪失，没有过不去的大灾大难。属于鸡人，就算曾经吃过苦，也会以绝处逢生之势逆转过来，霉运不在。 穷苦也会过去，老来有钱更安康。生肖猪属于猪人，小的时候常常是三灾八病不断的。他们的性格非常内向，有话不爱表达，常常把自己憋出病来。但无论如何，属于猪人福气旺盛，都能挺过一个又一个的灾劫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穷酸越是于三十五岁时过去。 此后的日子越发走上坡。富德墨话说，生肖猴属于猴人的个性非常的大气，为人处事都具有长远目光，不做任何亏心事，所以从来不惧怕任何霉运牵扯上身。早年虽然苦一时，但属于猴人从来不怨天尤人，也不至于一蹶不振。中年前后全面开运。 属于猴人，能守住自己的元气，求财有道且广纳贵人财气，一辈子终究长寿，受再多苦也挺得过来。生肖龙，属于龙人，一辈子犹如鲤鱼跃龙门，福气不是最鼎盛，但是志气却是最高远。正所谓“人穷志不穷”，说的就是每位属于龙人身上带有的气质。早年的运势虽然不一定很好。 但属于龙人，擅长把握机遇，见好就收，也不会过于急躁的去求成，因此穷酸日子持续不了太久。命硬的特质十分显著，注定中年发财，老来长寿。生肖猪今天有幸上榜，得到济公活佛赐福。生肖猪在四月受到吉星高照，财运大吉，赚钱能力提升。 另外，生肖猪在下半月的贵人运不错，会有贵人从中帮助生肖猪的财运，催旺财运。所以，属猪人在下半旬财运会很旺，得财容易。生肖虎，属虎的朋友，命中财大福也大，时刻收到财神爷的关爱，从小大到没有收到太大的挫折。今天有幸上榜。 得到济公活佛赐福，关键时刻总是运气冲天。今天开始能遇贵人，接横财，必能升职加薪，一夜暴富，奖金拿到手软，财星大涨，事业兴隆，潜力巨大，能得到极大的回报，运势极佳，能开心过个好年。生肖羊，生肖羊的朋友命中自带富贵，今天有幸上榜。 得到济公活佛赐福，生肖羊开始运势大逆转，好运连连，喜事不断。事业上有很大机会能升职加薪，财运满满。本月下半旬财运一顺百顺，正财横财都来到属羊人的钱包里。生肖鸡，生肖鸡的人是人上人，今天有幸上榜，得到济公活佛赐福。 必遇贵人，接横财，必能升职加薪，一夜暴富。凤中凤，无论男女都是佼佼者，是行业的领军人物。不仅靠实力，更靠运气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属鸡的人绝对是有福的代表，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得到财神爷的关照，赢得名利，轻松的财，成为富豪也是意料中的事。 生肖蛇，生肖蛇今天有幸上榜，得到济公活佛赐福，头脑会更加机灵，能力得到贵人的欣赏，会得到有力的提点，财运袭来，财运高照的生肖蛇，横财遍地生，财富自然松上门。属蛇将会迎来事业发展的高峰期，正财与偏财都非常旺，万事顺心，事事顺利。 财运亨通，事业无阻，小人远离，逢凶化吉，步步高升，平步青云，恭喜发大财！菩萨保佑你，东行吉祥，南走顺利，西出平安，北去无虑，左逢源，右逢达，前有福星，后有菩萨，上可升官，中有健康，下可发财，内积千金，外行好运。 长情不失，兼济天下，内外法财西皆盈满，业障尽除，早证菩提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今后一周成为大富翁，三大生肖有贵人的帮助，轻松赚钱。生肖鸡的人，因为以前命宫就被飞廉灾煞的凶星弄得乱七八糟。 所以，贵人的运气变得波澜万丈，很多人遭遇到工作的辛苦和收入很可怜的状况。生肖蛇，生肖蛇的人忍耐到四月下旬出内关，正好加入了月德吉星，受幸运的影响，期待住早期横财的幸运很难持续下去。另外，对于个别属蛇的人来说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。 福德宫不凑巧遭遇了飞廉灾煞星的影响，在健康运势方面不太好，必须注意咽喉火的问题。生肖鼠以前在是夜宫火星盘根的凶星大闹，所以也有人运气不太理想。另外，属鼠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命宫偶然遇到盘根的凶星，健康运变差这一点上。 必须注意关节的疼痛。四月上旬，桃花朵朵开，大赚大赚，事业一直在提高，富贵亨通的生肖，生肖蛇，生肖蛇的人沉着果敢，待人彬彬有礼，人品耿直。进入四月上旬，是叶公正好投靠狭才的吉星，好运一到，运势就会爆发。如果能掌握这次的大运。 横财运会很旺盛，一天一天比一天好。另外，蛇鼠的人在这一周里，饱寿官不凑巧受到两个凶星盘根贯锁的影响，注意健康运变差，注意关节的无力。属羊的人前四个月的命宫来了破碎盘根的凶星犯下，很多人遭遇全局横财依然一般。